哇，时间差不多啊！这顶波上尾一场讲讲的是，我用台语来讲，这是我要讲是 OpenStreetMap 甲 Wikidata 资料标准化的规定，开流甲存立的。好，我是 Superplex， 我的管定算定的名号叫 Superplex。我的 OpenStreetMap 甲 Wikidata 加是诶，是华诶是社群新闻，嘛是台湾 Wiki 协会的理事。去年嘛，我嘛讲同款的差不多的题目，就讲顶年去年 Costco 是嘛是讲回流的整理回流资料。Hot Summit 就是讲英文，就讲 Using OpenStreetMap and Wikidata to Range River Data in Taiwan。在 wikidata.com 也是讲同款的，题目是相同的。啊，佮伫个较奇怪的是这啦，这是目的咨询的研讨会的部分，就是第五届研究记录亚太目的研讨会文化与自然地理记录工作坊。这是一挂较奇怪的教授的参加的主办的会议。再来讲就是2020年的进展，因为我刚才有讲啦，就是因为建库行政区的存立定位，所以伫 OpenStreetMap 甲 Wikidata 遐嘛爱甲资料更新过。这部分呢，刚才顶都有讲啦，就是我要讲是较偏开流的部分，啊，佮就是无的部分啊。OK， 这是我的重点嘛，就是 OpenStreetMap、Wikidata 连接的部分，啊，佮存立、开流、模波。这拄啊有看过啊，就是 Plato 的伊做，就是干是建库的资料，甲 Wikidata 遐有虾米无同步的所在啦。有看到新的部分，咱就咧。OpenStreetMap 甲 Wikidata 遐一个编辑、修正、甲新的版本。所以咱伫存立的部分就拄到困难，就是咱来对着上新的建库的资料，有台调的部分，咱伫咧 OpenStreetMap 甲 Wikidata 遐爱写伫着 OpenStreetMap 遐爱台调。我记得啊，遐爱甲他结束的日期写入去。回流部分，Alan 有讲过啊，就是有真大的问题，就是较大条的，亲像淡水河，也是高平溪，也是罗翠溪，拢有册直接讲，拢有文献的部分。不过较细条溪啊，就无啦。所以讲就是要写，就是为了遐是愈来愈注重，就是遐文献的部分啊，就较困难的。有人要挑战，就拄到问题啦。OpenStreetMap 遮的问题就是讲 OpenStreetMap 的关联，就是 OpenStreetMap relation 的变 editing 的门槛较悬啊。啊，佫就是讲。你嘛要看到较健康的部分，就是爱实际上在真在地去看。咱简单来讲一个，就是 OpenStreetMap 的特别个所在，就是讲背刷人真介意 OpenStreetMap， 有 go up 点塔背刷的刷咯，啊个有标示模波的资讯，买一档就是对 link data 关心的人来讲，也是行资料库的连接。听说讲一个 A 一档连接 Wikidata、Wikipedia 等等的，嘛发到就是讲这语言的表示，听说讲台语、客家话，也是英语、日本，也是较在真在地的原住民语言，嘛一档写入去。有背山人应该是知影这地。叫做 raw data 的部分，伊甲 OpenStreetMap 的资料，啊，佮
来雷震波遐诶，安怎讲，就是等高线的资料整合起来，最初这个落地图的图纸。过来就是 OpenStreetMap 会当直接分析，就是讲咱来关心就是全台湾中正路的部分，只要就是用这服务就叫做 Overpass API 的部分，就会叫出来所有中正路、中正街，也是中正大道，等等的拢会使出现，拢会带切出来。啊，佫就是拄仔有讲过，就高压连刷甲变电所的部分，嘛是会当用 Overpass API 就会当甲刷咯，啊，佮各地图的变电所拢会当切出来。拄仔讲过，就是伟大是会当看做做，就是定时会当读的 Wikipedia。诶，会当过来一点，就是伊是会当含资料库的部分。我拄仔有讲过，就是 Alan 有讲，就资料库的资料库这部分。啊，佮有一个结构的部分，就是做语言的部分。国际语言方面，经常讲英语、日语、台湾台语，也是台湾客家话等等的。有人会当写，就会当记录落来。这是就是行资料库的部分啊，这是去用拄仔讲过 Overpass API 来测的，就是讲Overpass 用表格的方式，加名号，啊个 OpenStreetMap 遐的编号，啊个 Wikidata、Wikipedia 遐连接，拢显示出来。过来就拄仔就讲过就 Street Map 的好处就是讲有记录，亲像讲模图的部分，像较商业化的地图是较无收这款的资料的。OSM 家有加台南遐南山公墓，这模图拢有记录落来。那来比较一下，就是讲，台湾模拟波的主要的部分，就是这三个地图，应该讲是国家的商业地图，还是 OpenStreetMap 有收一挂模拟波的资料。国土切块中心的部分，就是有一个地图叫做国土利用调查成果图。商业地图的部分，Google 地图的部分就是有收伊个范围，嘛有收嘛有看片段，就是一点来表示这是模拟的。大部分的状况就是，不论是国土测绘中心，也是 Google 地图，是无法度直接把资料摕落来的，甚至是爱开一寡钱来买。这是国土利用调查成果图的部分啊，这是台北市遐瓦群目沙遐啦，负责公墓遐的部分啊。这是无法度直接利用的，有可能就是爱家己辛辛苦苦把它描落来。伫Wikidata遐。咱有利用就 OpenStreetMap 的资料去对应转去建立一个Wikidata项目出来，就像是台北市遐遮的，有诶已经刷模刷出去啦，嘛有一挂就是爱固定诶。咱拄仔有讲过，就是咱会当直接利用 OpenStreetMap 的资料。这是我用 OSM 这个工具直接针对每天有出现的台湾 LAST 连 OSM 的 PPF 这个资料分国家的资料来分析，那可以找出就是
一旦抬出来，就是讲，无除了一名号以外，还有啥物？啥物？tag 会用的。咱看结果是安尼啦，就是大部分是讲，这是个中文的名号，英文的名号，维基百科连接。嘛，一挂是是个波塔的部分，嘛一挂写伊个地址等等的。台湾是较无是因为国外，只能讲美国，也是欧洲遐，大部分是教会去的摩波。不过台湾较少，较侪是较侪是公家侪。咱来阁继续，就是讲咱来关心咧找摩波的名号，因为有一寡。摩阿波的名号会当就是对应摩名号又出来，就是讲这是教会去的。这是简单就是切出来了，就是安尼。华严堂墓地、嘉里区第一公墓、东安乡第三公墓等等。OK， 都还有共轨，就是台湾虽然较无是宗教来分的，不过也是有教会有去的。那嘛也是会当，就是直接用 religion 这标签去查看卖，是不是有标示？你讲教会的摩阿波有是不是有标示这标签出来？咱就看到讲，就是除了就是这是较正常的，不高，这是基督教，这是无道教的部分。后尾这东西应该是错过的，应该这是名号才接到的，不是 religion 的。所以咱来查的过程是，还是有看到一寡较有错过的部分。OK， 那有拄到的挑战就是讲，除了品质的部分是有真好诶，嘛有真歹的部分，啊，佮做即块这是较基础的部分，不论是维基加编辑，也是我们大家跨微信来为摩阿波的范围定定的，所以这是要大量的能力来做的，啊，佮就是。要爱写无同语言嘛，有爱有有把英语也是台语的人来写。这多少讲过啦，就是品质的问题啦，就是以 OpenStreetMap 甲 Wikidata 的精神来讲，就是靠事后的修正，渐渐啊挖苦完美的部分啊。啊，个就是行主要考的部分啊，就是讲，拄下讲过就 Wikidata 是一个主要考的主要考 ，OpenStreetMap 遐嘛会当连接 Wikidata、Wikipedia 等等的第三方的主要考。啊，个亲像讲 OpenStreetMap 遮嘛会当连接 GNS 的资料。不过就是爱两行拢较实在，就是讲 OpenStreetMap、Wikidata 有实在的，才有法度来处理的，甚至是。一些比较困难的状况，也是要写的 programming 才可以处理的。还有坐机器人的部分，就是要有人把一些台语客家话的人来写啦。不过现在是有很多人会说，不过不要写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本土机器人的较欠缺文献、册本等等的。客家话的部分就是咱讲几廿年啊，不过就是无啥人爱写啦。应该是因为有一寡问题啦，就是讲
客家花爱安怎写？有汉字牌，嘛有白花字牌啦，嘛有官方诶推撒诶客家拼音等等诶。所以咱就是这种就是爱找有把客家花诶人啦。所以未来计划的方面，就是虽然这几年是拄着疫情的部分啊，是较困难啊。不过还是要继续来办理主题的工作坊，还是继续来甲 OpenStreetMap 编辑，啊，佮 Wikidata 遐的资料来编辑新增加，啊，佮处理 QA 的问题。就像讲，会当做工课，就像讲加添本土语言，还是就像讲台湾台语。台湾客家话也是原住民语言的名号。OK， 拍一个广告啊，就是阮六个月的 More Space 家有咱的聚会啦，是 OpenStreetMap 跟 Wikidata 社群到庭来主办的。好，咱演讲到这啦，多谢大家。好，那就要发问的话，就是任何语言都可以，只要我们听得懂就可以了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？OK， 我们到中午的话，表定我先前试讲的时候大概就15分钟啊，所以应该就会剩这么长的，对。好。因为最近是有做那个墓地的部分嘛，那墓地部分后面有没有打算说可以应用在哪些部分这样子？我们想好的应用就是可以爬山的时候避开摩阿波啦，这应该是很多人就是非常实用的部分啦。再的话风水的话，可能就是帮助他们去寻好风水的地方啊，但台湾渐渐的就是土葬越来越就是禁止了，就各地政府啦，台北市跟新北市应该都禁止土葬了啦，所以找风水也是越来越困难的这样子。还有什么应用嘞？可能是炒地皮吧，有些就是坟墓要迁走了，就可以事先就是把它标示出来，然后表示说之后那边就会大涨了这样子。像在那个台北市有个隧道叫福兴隧道了。那本身是军事的隧道了，那附近其实有，应该是比较近代的那个坟墓的规划了，那是渐渐就是，把墓迁走，然后去规划山野公园了。目前就是算第一期有做出来，就是有一个叫做文山森林公园的部分了。那原先福兴隧道那附近的房地产都是比较低价的啦，那现在因为就是公共设施越来越好，就包括坟墓就迁走，其实就越来越，就是可以去投资参考的样子。这个我要补充一下，刚刚提到蒙阿波，就我上礼拜，礼拜三的时候有到后面，就是蟾蜍山，从福州山公园往蟾蜍山的方向走，那其实中间也是拿着 OSN 的地图在做对照，然后再看一些那个路径。因为在山区方面的话，除了公园范围之外，往那个应该是叫中埔山、蟾蜍山跟那个方兰山，就比较靠近空军基地那边的地点，就几乎都没有路径。那中间其实我也是真的碰到蛮多的那个土葬的墓地，向南那个。公馆向南面山坡那边的墓地其实都管理得很好，它有两条大道啊，都弄得不错。但是在林线上，其实到处都是可以看到，就是没有人去扫墓的孤魂野鬼，那路也算蛮难走的，蛮好玩的。我这边分享一个经验，就是我祖先是葬在福州山那里，那大概1996、97年的时候。要开国三甲的时候，就把那边迁走了。一方面就是为了那个隧道部分，就是有需要迁出来；另外一方面可能是都市景观的关系。那我记得有一年就去那边扫墓，
就发现其实就是很多家就已经有把迁墓迁走了，然后我就是可能第一次去那边，所以就是不小心踩到就是已经挖出来的坟墓的那墓种，就是非常的那个，那时候要是刚下雨，所以那是积水，所以我的那个鞋子都是泡烂的样子。